fast enough. I'm gonna hang my worries up. I'm tied down to a world of disbelief. So let's hurry up, and throw away the grief. Oh, let's get this party started. Oh, let's get it going now. Come on. 你凭感觉吗？你挑哪一家机车店？到，快点吧。挑一家最机车的，好不好？知道机车了，刚刚去问 GoGo 了，说珠光了。船最后一班几点？五点半。OK， 所以我们还车是五点以前。大概5:20最晚应该下来啊。我是不介意。我是可以在这边多住几个晚上，没有问题。下面有人在拉你去他们的电租车的，我在猜啊，相对他的店比较远一点，但其实走上来上面就有一些店家，离码头是比较近的。所以两台都是蓝的，是不是 ？OK， 好 ，Sweet， 我的车来了，帅气，可以哦 ，OK。到了我们的住宿的房间，结果居然在床上抓到一只壁虎。这里的民宿实在是啊，够自然的，够贴近大自然的。房间里面居然会有只壁虎。好了，就这样子啦，不管了。吃有没有？还要自己带一包毛豆，一定要带这些东西。你以为只有这样子吗？万一我真的饿了，没有素食怎么办？我还有我的蛋白粉，我出来度假就要带这么多东西。先把毛豆冰起来。房间有个小阳台，然后有个小家伙居然跑他们的阳台上，超开心的。睡觉。对啊，去找他玩。他在看我，我的哥哥，我睡觉了。阳台就好舒服。阳台都是你一个人的，阳台都是你的。哦，你睡，你睡，你睡，不吵你，不吵你。上一次来的时候，还有找到一家吃素的餐厅，结果。半年后他居然不见了，我们晚餐就吃了另外一家素食的一个佛教餐厅。朋友们常问我说，凯杰你到底吃了多少蛋白质，或者是吃全素你要怎么样把蛋白质补充到。我的体脂肪我估计大概在10%以内，但是可能没有又到6%、7%，没有到这么低。脂肪低的话，你会稍微看起来视觉上好像线条很好，所以肌肉量就够。其实我肌肉量真的不大，过去的20多年以来，我也一直追求吃1公斤的体重要吃到2克、3克的蛋白质。其实最大的原则就是24小时内蛋白质吃得足够，可能1公斤体重1.5克大概就够了。OK， 如果你没有重量训练的话，可能0.8到1克，1.2克吧，应该也就够了。好，出来吃东西，晚餐吃得不够多，要不要吃宵夜？会不会让你体脂肪掉不下来？吃宵夜会不会变胖？你一天总热量如果没有超过，你吃宵夜当然不会变胖咯。宵夜的种类，我又不是备赛，我不是选手，我又不上台，我只要平常看起来我觉得体脂肪比一般人低一点就相对好看的嘛。所以泡面可不可以吃？泡面可以吃咯，没有不可以吃咯。来，全素的泡面嘛，对不对？那这个泡面里面457卡，不到500卡，等一下加一个那个，我们今天白天到现在我共吃了大概真的没吃到2500卡嘛。蛋白质8克，我们先不看脂肪多少，毛豆每100克有150卡，12克，将近12克的蛋白质跟6克的脂肪，每100克里面才150卡，你吃200克也才300卡，吃200克毛豆是多开心的事情啊！
怎么会胖到哪里去？这一包它是十份，那我怎么抓200克？这样抓一抓，看起来好了，300卡加上450，我等下汤也不要喝完，加400，这一餐就700。半夜不能吃，宵夜不能吃泡面，我就吃给你看。东西要吃，日子要过，该练的还是要练。结果摄影师刚帮我拍完之后，他觉得我的泡面看起来很香，他忍不住的也自己去加入我了。现在吃泡面，重点是怎么办呢？在小琉球一个健身房都没有，怎么办呢？明天早上起来，只好想办法自己运动了。早上起来把重量训练做了，该吃的早餐吃了，下午带小朋友去晒太阳游泳，把有氧做了，还不简单？要趁我们家人都还在睡觉的时候，赶快先起来冲一杯冰咖啡，等一下就可以认真的把胸练一练。我也有带弹力带，应该有办法好好的把胸练一下。最后勘察那么多地点的结果，自己家的阳台这边是唯一可以健身的地方。我的两样小道具，加上我的黑咖啡 ，Let's go， 非常好的位置。我看要怎么样可以把这个东西架起来来拍摄。今天早上运动的方式给大家看一看，带一点爵士乐，运动听爵士乐大概只有我。I just need 好听的 jazz， 然后就好好的运动一下。热身，现在热完身哈，等一下我们来看一下充血感。就算是没有任何的重量，只有弹力绳，只有自身体重，如果练完之后的胸，它的充血感感觉如何？现在大概是这样，看一下啊。OK， 等一下我们来了解一下，等一下这样的训练完之后充血感会有多好。Can do this。6到8分钟的时间，肩膀整个都已经活起来了，不管是外旋的肌群，肩膀的活动度，这样子我就已经热起来了。然后我一样会进行一个单关节的，让胸的预先疲惫的方式，再进入伏地挺身，然后再进入负重的伏地挺身，然后到斜角的肩膀，30分钟内把胸跟肩全部练完。在第二组的时候，我就会把他的动作跟控制放得更稳定，尤其在离心的部位。这一组我会针对比较上胸的感觉，所以当身体出来一点点之后，我会把弹力带放在我的上臂的上方，这样增加更多的阻力。想象把拳头往锁骨头的方向往上推，这样会增加更多我们叫 incline 上斜板的感觉啊。尤其在顶峰的时候，因为弹力带的张力不是持续的，拉得越紧它的张力越大，所以一定要好好的有效利用这个顶峰收缩，训练感才会出来啊。再一个，最后的时候还甚至可以在离心的部位做比较飞鸟的，不让肘关节参与太多，
让胸肌的感受度更大一点。One more. OK， 准备进入伏地挺身。在前面刚单关节的关系，胸已经有预先疲惫感，所以现在做伏地挺身十下就真的很有感觉了。我应该还会再做两到三组这样的伏地挺身，但是这样真的只有利用到代谢压力跟肌肉在压力下的时间而已。我还是希望可以用比较大的一个重量来破坏我的胸部的肌肉。等一下养儿子就有用了，我来告诉你为什么养儿子就有用。刚刚看到我是用这个做一个肩关节水平外展超伸嘛，在那个基础之上，如果背上负重重重量，它会很危险，所以不要。我伏地挺身还是恢复在地上。那等一下我趴下去以后，你就整个趴平在我的背上。OK， 来，我们来一组重的，整个趴上来。对，你手可以放在我肩膀上。对，好来。下 ，OK， 亲爱的女儿醒起来，然后这个是递减组的利用哈。OK， 这就是我在外头今天早上巡了一圈，楼下也找不到地方，然后刚刚隔壁有地方有楼梯，可能明天可以练一下背，因为我刚看了这边如果要拉背的话，其实还蛮危险的。不然其实背好像明天可以这样子玩，背其实可以，明天再说，今天先把胸练完。胸刚刚做了单关节的热身启动，然后伏地挺身，美眉负重伏地挺身，脚抬高的伏地挺身，加上弹力带的上胸自制 press， 最后再用单关节做一个收尾。那我觉得就算是出来度假，胸也可以练得挺好的。好，接下来把肩练完。弹力带做侧飞鸟，如果觉得弹力不够，多转个两圈，阻力就会上来。稳稳的做16下、17下，侧三角一定会很有感觉。我的肩跟胸几乎完全没力气了。所以一早起来30-40分钟肩胸都练完了，等一下带着小朋友可以去海边游泳晒太阳，把有氧做掉。It's time to leave to a getaway. I can't live fast enough, fast enough. I'm gonna hang my worries up. I'm tied down to a world of disbelief. So let's hurry upHurry up and throw away the grief. Oh, let's get this party started. Oh, let's get it going now. Come on. And we're crossing all the Mexico's border. 准备带小朋友去海边。猛玩香蕉船。我一直想拍一个这一次的，再拍，对啊。Friday night, it's warm outside. Do you want to see the stars in the sky? Driving down PCH and find a place to hide underneath the moonlight.We light a fire laying on the sand. Let's stay up all night. We'll make love. 百年榕树秘境出来。欢迎。是哟。哇。哇。下面就是我们刚刚玩水的地方。就是那个地方，我们刚刚下面玩水。你没在这里叫秘境。这一区看起来不错，这一区如果那边下面可以搞一个，有没有？我曾经说过想搞一个沙滩健身房。
可怜的小孩踢到脚，就是我的脚流血，好痛哦。满墙壁的那个看我，看我，真的，咦，有恶心。对啊，我不要，我不敢，拜拜。第二天的晚餐，吃全素的人遇到跟家人要怎么吃饭呢？我们来看一下怎么处理它。所以在小琉球岛上，居然也找到了这个林奈八宝饭，天素地素。全素咸水鸡。咸水鸡我们点的全是素的，100%的素。哎，谁吃汉堡？包括无饼起司加排骨鸡面，然后你们吃的是 cheese 饼，对不对？哇。哎，我们家小朋友吃一块饼加上一碗泡面，是不是很过瘾？算了，就当出来度假。那我的饮料当然还是没有热量。Hello。早安。早。你今天练什么？今天练背。我刚骑热身已经热得差不多了，今天是我们要回去了，对不对？是。我们等一下还要把握时间再去海边玩一下嘛，所以我想今天早上30分钟以内把它练好。我就想到一个5个动作加在一起的超级组，连续做3组，全部做完，背就练完了。那当然，利用自身体重引体向上，会是我今天机械张力上可以用到最好的力量，因为重量够了。再来接第二个比较难的直臂的下拉划船，划完之后再接站姿的带肘关节的划船，一个直臂，一个肘关节，最后再把 face pull 脸拉跟直臂上举练到背的中央斜方中下段，5个都带到。这样子一组直接操作下来，就马上就有流汗的感觉，真的不是开玩笑。还有2组，我们就可以结束去海边，好不好？我本来想还带点二筒，你来看看二筒会带一点吗？我常说，如果你愿意把自己逼得凶狠一点点，今天不要休息的这么长的话，把重训做成 HIIT 的感觉，因为逼着你的身体试着去调试到这个样子，它就会它该有的样子。网上不是有一些那种戴面具让你呼吸变少的，很多动作啊，那种人还踢脚那种人的体型都是看起来很凶狠，摄影师在后面露出一个很诡异的笑容。接下来我们就可以去海边，把没晒完的背把它晒完。Let's go for a ride.Friday night, warm outside. Do you want to see the stars in the sky? Driving down PCH and find a place to hide underneath the moonlight.
we light a fire laying on the sand. Let's stay up all night. We'll make love until sunrise. Let's go for a ride and give us some time to be together. Let's go for a ride. Put our worries aside for now. Let's 好了，三天两夜要回去了，给我们来问一下老板娘感受如何。这一次你是我们家老板娘啊。好热啊。好热哦。还没有最热最热成这样。还喜不喜欢这种户外活动？还行。我觉得我好像比小朋友玩得还认真一点。大家要珍惜哦，小朋友是二三岁开始他们就会想要跟自己的朋友玩，就比较没有想要跟家长出来玩。好吗？希望可以多一点家庭的时间，在小朋友还有保存期限的情况之下，多花点时间陪着你，不然他们以后就不跟你出来玩了。希望今年下半年的时候还可以再带小朋友出来玩。下次还要不要跟我出来玩？啊，真的不要？你就再也不跟我出来玩了吗？你看，就不愿意跟我出来玩。另外一个，你洗好没有？洗好了。你露一颗头给我就好，现在露一颗头。你下次还要不要跟我出来玩？下次来吧。暑假再来啊。哦，好了，暑假再来。拜拜。OK， 拜拜。